我的生龙斗你打，竟然敢打我！王妃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殿下正四处找你呢。这个司徒仙啊，到底什么来头？她是殿下一位生死之交的妹妹，这位生死之交名叫司徒浩南，是建安城的少城主，殿下一直把她当亲妹妹看，对她十分疼爱。 就在前面，慢些。速度小姐，慢些。这路也太难走了吧？对了，速度小姐，怎么没见令兄来呀？难不成你又是背着家里人，或者跑出来找北岳了？我又不是小孩子了，还能走丢不成？我看你是来看四王妃的吧？ 我这个弟妹确实是才貌双全，又有着天大的本事，难怪老四会这么宠她，连蝎形戒指都给了。原本我以为我们家老四除了司徒小姐不会娶任何别的女人，可惜呀！哼，那个韩子晴有什么资格成为四王妃？怎么你们都觉得她好，我却一点都瞧不出来呢？ 苏苏小姐，慢些。怎么还不到呢？什么人？哎哎！有什么人？干什么？我们送你而来，清除军北岳身边多余的女人。 这个君北辰分明是想杀了司徒心儿，然后嫁祸给我，想借别人的手除掉我，还真是歹毒。 苏苏姑娘，怎么样？伤到了没有啊？韩子晴，你竟然敢杀我！弟妹，你这是干嘛呢？我要是真想杀你，轮不着你废话。王妃，杀我！苏苏小姐，你杀了你，我会。苏苏小姐，你杀了你，我会。弟妹，你……我的生龙斗你打，竟然敢打我！我打你是教你怎么尊重人，我打的我都是个下人，下人也是人。 苏姑娘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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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好好，小心一点，你伤到了啊？哪里伤到了？殿下。 殿下找我有事。
你这琴弹的是真不错。有心事？没有啊。你脸都快掉到这儿了，还没用。今天的事儿我都听说了，你的一片好心被人误解，受了委屈。这心儿从小就不懂事，任性。但是这孩子品行并不坏。他呀，就是脑子一根筋，容易被别人利用。你就大人有大量，别跟一个小孩子计较，好吗？你告诉那个什么心爱高尔的，没事别来招惹我。我都教训过他了，他也知道自己错了，特地跟我说，你去帮我跟嫂子赔个不是。好了，我看得出来，他挺喜欢你的。啊，原来是因为这个，所以这心里边一直不舒服。我没有。你没有什么？原来这么在意。星儿呢，是我的好兄弟司徒浩南的亲妹妹。我们三个人呢，从小一起玩到大。我把星儿，就是真的当成自己的亲妹妹来看待。所以你别多想。殿下不用跟我解释这么多，我不在乎你们之间的关系。哦，是吗？那你说，如果有一天，本王真的纳星儿为妃的话，你愿意？殿下高兴就好。早些休息。